等一下，小布你怎么坐中间？小布，又不是你过生日，是小布生日。没有，是自己抽过生日。坐旁边好吗？对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啊，这边这个，你坐的一个帅的，弟弟你坐这个。我们要用小丸子的音。好，那准备开始了吗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还没点蜡烛哎。刚才是排演而已，知道吗？那等一下唱歌要叫他这样唱哦，要唱大声吗？啊，你们要看着叶叶唱吧。好想吃哦。不是看着蛋糕唱好不好？阿姐，哎，小朋友，要看着叶叶唱，不是看着蛋糕唱，知道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好嘞。我要点了吗？嗯。哇塞，来自我哎。好，预备，预备开始。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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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你生日快乐。许愿呢？我又来了。爸爸，大小布，等一下不能吹。好，来，先许愿。需要这些孙子读书成绩的。哈哈哈哈哈！你都考虑赛季？你要多少？老师，你自己说。爷爷，第一题。啊，第三个，为什么是你吹？你已经吹两次了，等一下。还有谁要吹吗？我要吹，我要吹。然后下午你先过来，你吹两次了。还要看谁吹？我。那不是许愿呢？来，这个孙子叶，司马叶一个。一个小朋友，一个文件。哇！哇！哈哈哈哈哈！真厉害！你给他赏一个。我写他写的名字，我写的。你还有我等一下，谢谢，快点啊！什么跟什么要动手动脚？快点！那怎么还要写字啊？哎，怎么还要写字啊？念出来，念出来，我都不懂事啊。你们他要看不懂，你三个去写，你们三个念。写错了，那一遍是写错了，那一遍。你们念啊。再回那心爱的人，
心